不能看好不好？有够吵的，你现在是放我头上喽？你们都是我在雇，你又做了什么？老子整天在外辛苦打拼，我还要自己给我炸小生，家我最大。你给我滚啊！我在滚，我也不去待这个家。你闭嘴啊！照顾小孩，交给你们女人就好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再给我说一次看看，什么女人？你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？老子讲过，干你屁事！我希望爸爸妈妈不要吵架，让我们回去最快乐的时光。